今天给大家打一个不剪切版的，从白球从中间钻过去啊。一号球左边呢是一个最强的右塞，一号二号中间钻过去的是高杆右塞。二号、三号中间钻过去是中高杆中间塞。三号、四号中间钻过去是中高杆下一根左塞。四号、五号中间钻过去是中杆。五号左边、五号右边钻过去是中杆下一根左塞。